據研究所得，在非洲每人每日有24小時，在香港其實一樣，在全世界每人每日有24小時。點解？係點解香港人特別眼瞓？行路想瞓，等巴士想瞓，過馬路想瞓，等 lift 都想瞓，翻到屋企張 sofa 嘆息咁瞓。亦有啲人係選擇性眼瞓。我哋去片。喂，永友，快啲去點歌啦！我啲就快唱曬啦。即刻點？點咩歌啊？不如唱陳柏宇啊！上次我去 concert 好正噶，快啲即刻點，即刻點，即刻即刻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點完。喂，公司份 proposal 聽日交啊，你仲想點啊？我是自嗨艺啊，我是 Cat 王贤。喂，贤妹啊，我想问咧，听讲你有新歌喎，咁我想问，喂，十岁的人系啊，喂，其实咧，呢一首歌咧，其实你有冇啲咩感觉噶？你觉得系自己贪睡定系香港人贪睡咧？讲多啲。其实我就觉得个个都会好贪睡，我自己都系一个贪睡人嚟嘅，我好中意赖床啦。咁呢首歌其实我就想写一首冬天感觉重啲嘅歌，咁所以就写咗赖床啦。咁但系我写紧个词嘅时候，其实我同王乐儿一齐写嘅。我哋一开头都谂住系哦，净系讲赖床啦。咁但系后屘谂下，点解我哋会想赖床呢？其实就因为对呢个世界冇乜期待，即系我哋可能要翻工，唔想翻工，咁就会赖床。明白。咁所以就想写首歌俾大家知，即系其实我会陪你一齐赖床嘅。不过赖完床之后咧，我哋一齐喺呢个世界上面揾翻啲期待同希望啦。就睇翻个 MV 去欣赏下呢一只歌，同埋睇下大家揾唔揾到呢一个共鸣啦，再揾翻你嘅希望。咁如果你哋中意呢条片咧，记得喺下边留 comment 啦，仲有 like 同埋 share 出去啦。我哋下次再见啦，拜拜。